玛雅队哦，哈，很久不见的玛雅队，玛雅路西法，刚好可以解双成就，三个以上神族，只有光属性成员，而且玩玛雅就是要用这种经典造型，知道吗？熟悉一下哈，回味一下这个玛雅的玩法。其实前面可以先洗技能，你看这角色三消就很奇怪啊，要么就降到一个不行，要么就是完全没天降。好痒哦，这怎么是鬼伤害？十几万。两只一起打会不会死？好像不会死。结算前，结算什么时候？谁可以跟我说一下？排位结算什么时候？现场用性转程式，我有 PO 啊，我有 PO 照片 PO 在那个 FB 性转程式啊。加入我公会的方法，基本上呢，钢铁会员或者是一般的会员都是有优先加入的权利。啊，没有的话，你就等有位置再加。好，我们要把路西法打开了哈，强化盾。你还没跳啊？靠！魔力龟还没跳啊！不会直接打死吧？会不会直接打死？我有分析过解放玛雅了吗？有啊。这队的伤害是做坏了吗？29号要结算吗？靠北，那要努力打。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先炸。然后炸完之后呢，开启你的 Lucifa， 转个全体攻击哈，转个全体攻击。这 X 效真的太好笑了。接下来呢是这个光电戟哈，光电戟的话，其实就等天降吧，等天降，或者是开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它血量是492万，应该是可以带走。我这伤害一只，这个打得死吗？开个玛雅好了。可能，这是什么鬼血量？还要开玛雅？这只血量是921万，921万。我跟通勤这是29号开心的，我会去玩今年进展会，会。好，这边不能消木，我们祭木珠，好祭木珠啊，其实也不用祭。完蛋了！消到木了，哦，不是不能消木啦，因为我忘记是三消了，它不是不能消木，它可以消木，它可以消木，只是消木会转入时间会减少这样而已。谢谢秉儿啊，希腊熔炼巫女逆转的八卦，我就算有这个八卦，我也不能说啊，但是没有啦，没有。下一关哦，扣血98也是来乱的。啊，被、哦、还好有一只，还好还有一只。完美，这一只的血量呢是603万，也是很可爱，也是很可爱。OK， 好，最后一关呢，我们技能全下，技能全下，不管了、啊。
开下去就没有木珠了，开下去就没木了。哇，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玩法。打个破亿吧，打个破亿来看看，行不行？OK， 来个破亿伤害吧。他这边王冠是不能消木的，王冠不能消木。好，这边打了48201哦，这个爆发全开，大概接近5亿的伤害这样子。OK， 这样子就是一个双成就哦，三个以上神跟队伍里面只有光属性的成员。哦，布比姐姐的爱心这个海鲜粥，哇，这个蛤蟆，蛤蟆，蛤蟆。哇靠！这谁超的啊？这谁超的？你知吧？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这个空心菜，然后有肉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泡菜，好、哦、泡菜，加谁超？这谁超的？